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博篮球快讯。近日湖人前锋文达比特参加了一个节目 Run Your Face， 接受了传媒的访问，被问及到前队友麦丹尼斯是否被低估的球员的时候，文达比特就表示，麦丹尼斯就好像布里哲斯一样，他现在是球队的防守者，但是他可以去另一支球队的，然后疯狂地成为一名球星。在上个赛季，麦丹尼斯为木狼队能够得到 12.1 分的平均得分， 3.9 个篮板， 1.9 次助攻，但是由于伤病，他并没有参加上个赛季的季后赛。我是 Wally， 多谢大家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 post。 想紧贴住 NBA 资讯，快点 follow 我们 Facebook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啦。